好，认真一点啊！二一对，五六七八，八。可是你换二要换到四或九的几率，其实没有到那么高哎、欸，还是有一赔，我觉得比较关键。你看换出来都没有四或九，而且我这样一换变成什么？突配突配，好不好？过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没事啊。来，接下来就是关键了，有可能要换牌哦。梅花，一二六，你看。他每次到这一局有没有就真的是超级烂，我觉得他就是要我们输，所以我们直接重发，利用重发来换取好运气。这样子应该 OK， 至少有一对。哎呦，突黑，基本上有突黑都还算是蛮稳的。是不是一切尽在我的掌握之中？然后最后呢，按起来，好不好？直接加倍赌金，跟他拼搏。A C 一对，来吧。胜负就在此刻！哇，平手，好紧张，蛮危险的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来吧。1 2 3 4，伙伴，赌了，相信自己的运气。哇，至少有一对，我觉得这赌是可以的。又平手，又平手！哇，你都比的那么刺激吗？来吧，三一对，五又一对，突配哦，突配哦，突配！我觉得应该就稳了啊。他除非有没有是三张一样的以上的牌，才有办法赢过。有没有？有，五千。你看，啊，玩说话就对了，好不好？轻松迎来5000块，5000点，舒服舒服、啊。接下来看看21点，你就知道差距很大了。好说好说好说，哎呀哎呀哎呀，赌神巧克力啊，哎呀。这么棒啊！21点，21点也有心哎、欸。十，这一定抽啊！六七抽啦！哦，20点，20点哦。Yes！ 我觉得。21点真的很难，感谢大章鱼，但是我们再来拼拼看。19哎、欸，这我不敢啊！你看，我刚
我刚抽那张七过来，我也爆，对不对？这没有办法，这合情合理吧？再一次，我觉得这就是相对来说有点运气了。你看，这完全没办法，我一开始的点数不够，我就只能抽。嗯，可恶，二十一元真的太难了。感谢大章鱼哦，直接二十一点哦 ，Black Jack， 13，你看，你看，这怎么？二十一点太难了，有没有这么 hard 的？有，20，爆吧你！哎呀，平手。回家，好难，太难了。你看，知道21点有多难了吧？这是一个坑。你看16点，16点不抽，很难赢呢。好，我们不抽看看。你看，我刚抽了就26点就爆了，有人输。对不对？这游戏太 hard 了。我、哦、哎，玩错了！哇哇哇哇哇！给手给手给手！哇！我刚没有抽，有没有？他一抽就平手了。而且正常，我记得好像庄家跟闲家比。平手的话也算庄家获胜，我记得是这样。好来哦，20点，不抽了，不抽了，爆吧你！哎，我们要过三星都很难呢，这游戏怎么都难啊？给个机会嘛！会把赢的钱花光了，不会啊，他的那个消费的很少、啊。他们会把我们赌金变加倍。你看这个真的一定要抽啦，不敢抽了啦。哇，抽那么多张，哇，而且你看18+4就超过20了，所以刚刚还好没抽。反正我们不管，我们就是拼拼看有没有办五星，好不好？拼拼抽啊！都已经，哇，这最尴尬。好的，过五关，哎、欸，还没有过五关啊！我过五关嘞、欸，我当然不抽啦！哇，再抽，哇，好险！刚才还可以再抽一张，可是重点是他没有过五关、欸。这正常你21点的话，就是你5张抽出5张没有超过21点，就是也是王牌，就过五关直接赢。好，最后嘞，最后一局咯，抽！压力山大，六以内都 OK， 对不对？来吧，金手指，我要获得烂游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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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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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烂游戏，烂游戏，烂游戏，就多了那个一。又多了那个一，烂游戏。
烂游戏，讨厌21点，我们忘了换，换一点那个，换一点那个走。啊，那个没多少钱啊，不用读啦，没差啦。你要凑1000才可以有得换。我还想说，他以后应该有可能会再来，然后又可以再换更多。但没关系，反正我们就先把9个力量给换走。等以后离恩归队，那小钱，去，打不打滚，不在乎那点小钱，哼。看一下哦，赌场二楼。我们那个有上有拿到书嘛，对不对？密钥露水，各种的露水 ，OK。然后上次有拿到第三卷的书，3与9的第三卷有。那接着就回去亚修家，然后再去解那个支线吧，就游地没问题。就回家啦！上次都不给我们开门，打开窗户通通风。完全不听他说话，直接帮他打扫。还要泡茶，虽然不记得大叔的长相，哎呦，外表寒酸，看似旅行上的大叔，说不定改天有没有那个大叔也是很有身份的。3岁的孩子，哇！4年前，我们的来维已经4年了。以4年来说，约书亚他们说的还是我们当初的主角，他们一定是要成为 A 级、O 级士才对啊！真是哦，你看我们这个第7班，才隔个1年半，每个人都变成怪物了，各种夸张。出来有剧情，跟你老妈打招呼了没？对啊，出卖我们的人，后面那也是出卖我们的人。可是乐坏了，各种嘴，哦，两人的诅咒气息。两个凶残，哇！胆小的大叔，都
受诅咒影响了。